闻香下嘛，几年啊？营业几年了？你家背着吗？这个蘸酱是灵魂，好吃，超香的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记得订阅，订阅不用钱哦。走。我们要去吃午餐了。这一家餐厅，如果住在南部的好朋友，应该也有很多人吃过或有听过。那水阿已经快三年没来吃了，走，我们要去吃这一家邱家羊肉炉啊。很多年很多年的老店，几十年的老店了，很好吃，很便宜， CP 值很高。走，每个礼拜一休息，然后早上十点半到中午两点，晚上四点开始到晚上八点。闻香下嘛，工貌建元，好，咱可以来啊、哦！对，两位。内用请拿红色单子。哦，好，内用，内用拿红色的单子。我们先点餐。两年开几年啊？营业几年了？你家背着吗？你家在这里？我八十年，八十年到现在是113，三十几年了啦哈。对啊，我们还没有来这里。这一家店就是，你如果想吃火锅，你也可以点羊肉炉。它羊肉火锅一份就是400块，然后你也可以单点它的快炒。那我个人觉得它的羊肉炉 CP 值很高，而且汤头羊肉都做得很好。但是今天我跟杰克先生，我们想吃单点的炒菜，那可能冬天再来吃火锅吧。那所以好朋友，如果你们来，我觉得它的羊肉炉真的很值得吃。刚刚老板娘问我为什么快三年没来吃，我说因为我们要吃的美食太多了，久久来一次。像这家店，我连这一次它开了三十几年，我来这一次应该是第四次吃羊肉炉或牛肉炉。这个蘸酱是灵魂，这个是大骨汤，这不是大骨吧？哎，不对啊，怎么啊？没关系，算是排骨吧？对，算排骨，算排骨，算排骨。这个炒面感觉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炒面感觉起来很厉害的。对，不错。先来喝一口汤。哦，好久没有喝到这种药膳的味道，好舒服。好、哦，好久。厉害呢！这里有带皮的，你喜欢吃带皮？来吃个排骨看看。你们先吃。嗯，口感很好，刚刚好。沙茶的味道好香，拿一个羊肉看看。
很香。嗯，对，这个杰克先生说这个羊肉面很厉害。哦，哦，是那个超香的，嗯，哦，这个面好吃的。请你们先吃。好吃，很好吃。龙须菜，还有一个炒螺肉，我最喜欢的叉雷吧。我们还有点沙茶羊肉。沙茶羊肉，很有锅具，它包括这个龙须菜都炒得很好，锅具也有，然后口感，我的龙须菜炒得太老，就纤维质很多。这个龙须菜好好吃哦，老板娘人很好，还主动帮我们加汤。嗯，羊肉很大。这个是我最爱的炒螺肉，这辈子最爱吃它，很大呢，漂亮呢。它的螺肉，我看这么大，这么大。老板很有诚意，料给的很多，但是我觉得他的螺肉如果牙口不好的，可能有点太硬，对不对？嗯。吃饱了，剩下螺肉有一点硬，没有吃完，剩下的都全部吃完。等一下，你们猜猜买单多少钱？老板买单。没有饮料。没有。好，680，很便宜。吃这一餐才花了680，很便宜吧？吃这么多，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订阅哦，下一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这个就是加东的镇上，最热闹的地方。我
我们很少有机会到嘉东来。有没有好朋友知道嘉东还有其他的美食吗？报上来，报上来，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再来吃。